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可以织围巾帽子的可以织的一个花样，四身两行一束花，它是反面和正面都是一样的花型。如果你片织的话，反面和正面是一样的编织方法，如果你绢织的话就是不一样的编织，但是呢它反面和正面是可以一样的花纹。好，双面一样的花纹织起来是非常漂亮的啊，弹力稍微会有弹力的，这款花样是有弹力的啊。好，下面我来讲解花样的编织方法。好，我们先来起针，绕线一次，丝下针。好，第一针起好以后往下重复起针方法，每次绕一次就起了一针。单螺纹、双螺纹还有花边的起针方法在主页里面，大家可以去里面看啊。这里是一个基础的起针方式，一直起到你想要的针法。好，现在我们起针好了，我们开始来排花型。第一行，这里是编针，片织会有编针，如果你绢织是没有编针的。好，第一行编织，我们先织三针下针，好，然后呢把线绕过来，这一针挑划一针不织，把线绕后面去。好，现在编针不算花型针，一二三四，现在第一束花排好了，第二束花一样的方法，一二三，然后把线绕过来，记住把线绕过来，四，再把线绕到后面去，一二三，再把线绕到前面来，划一针不织，再把线绕后面去，第四针。每一束花都是用一样的方法来排花。好，这里我们剩下三针下针，现在我们第一行就花型就排好了。好，留一个边针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做个七号扣，这里是我们的第一行，把七号扣扣在这个位置，大家记住我们扣的这个位置是第一行编织。那么现在第二行啊，到这里第二行编织。好，编针到第这一行编织呢，我们第二行编织的时候，这里第一针我们是下针，第二针我们把线绕过来，变化是在前面这里变化，往后织是一样的，这一针绕过来不织，线绕到后面去。好，这里是三针下针了，看，好，你看啊，编针，然后一二三四，四针一束花，第二行的编织方法。如果你是绢起来织，我在这里我是丝下针的，你丝上针，我丝上针的，你丝下针啊。好，到这里来，这里下针，好，划一针，先绕过去，三针下针，好，把这一针划过来。好，这里是三针下针，好，这针划一针过来，这针划一针到后面去，是一针下针。看第二行第三行，好，第三行我们要找到第一行的循环点了，两行一束花，你看两行四针一束花，这里三针下针，划一针过来，这一针我们不织，看先到后面去，三针下针。大家第一行第二行看不懂的都看两遍，三针下针，把一针绕过来，第四针我们不织，划针。好，继续三针下针，先绕过来划一针，三针下针，好，划一针过来，三针下针，好，编针。第三行织好了，第四行，第四行和第二行是一样的编织方法。好，这里
我们织一身下针，把线绕过来划一针，这一针在这边看到是下针，所以说这一针我们不织，划一针过来线绕后面去。好，三身下针，你看，把身线绕过来划一针不织，绕后面去，三身下针。好，现在大家都看懂了，正反面都是划一针三身下针，划一针三身下针，它只是错位编织，所以说这样编织起来正反面花型都是一样的。上针下针，好，这针我们划针不织，下针，看第四行织好了，到第五行，第五行和第一行、第三行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再来讲解一次，你看，三针下针。好，划一针不织，线绕后面去，三针下针，划一针不织，三针下针，下针编织，划一针。看起来比较复杂的花型织起来就非常的简单。好，现在花型行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，花型行了，是辫子针，你看。好，你看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在正面的这个位置是你的辫子针，在反面看 它就是我们划针不织的。那么在这里的辫子针，反面的辫子针就是在我们的正面这个位置我们划针不织的，这样去讲它是错位划针，所以说它是三身下针一身划针四身一束花，所以这样去看的就懂了啊，正反面都不一样的。如果你卷起来织，那么划针的地方你依然划针，这里该不织的你一样的也不织，你在我在反面织的下针，你在正面织上针，我在反面织的是正针，你在反面织反针，都是在正面织反针，这是相反织法啊，这个应该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。好，到这边，好，这边是反面了，我再讲解一下卷织的方法。这里反面的话，我在反面我织的是这针是下针，那么你在正面织这针你就是上针，我这里是反身划一针，你在正面织你一样的划，但是绕线到后面来。好，这里我就四针三针下针，你在正面织你就是织三针的上针，现在我是划的是反针，你在正面你划的就是下针，这样去理解大家都该懂。三针下针，你看你在正面织三针上针，我现在反针划针，你在正面织下针划针。好，这样讲大家都该清楚卷织怎么去织了。这个卷织问题是大家在评论区问我最多的，因为我的片织的教程，所以说大家学会片织又忘记卷织什么去织了。好，你看两面都是一样的花型。好，这个花型很简单的，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。你大面积去编织，不管你是织花、织帽子还是毛衣，或者说围巾，非常适合织围巾，它正反面是一样的花型。好，今天的花样我们就讲解到这里。